各位好，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第二个医治。有一个女人，她患了妇女的疾病，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洁净的病，所以有12年之久，她寻求医治都找不到，却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在她灰心失望的时候，她听说耶稣能够医治各种的病症，于是她抱着一个渴求痊愈的心来寻求耶稣的帮助。但是有许多的人都围绕着耶稣，他就不得接近。他对耶稣的这种信心鼓舞着他，不要放弃这个机会，所以他就挤上前去，就算摸到耶稣衣裳的穗子也好。但是没想到，当他一摸到耶稣，马上有一种医治的能力进到他的里面，他血漏的疾病立刻就得到了医治。当然，主耶稣可以忽略这个女人所做的事，但是为什么他却要坚持的把这个女人找出来？他问说：“是谁摸了我的衣裳穗子？”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谁摸了他？还是故意要使这个女子为难？都不是，因为这个女人不但需要身体的医治，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医治。她的醉酒唯有经过耶稣的赦免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她的自卑唯有借着耶稣的肯定，才能得到完全的除去。她的害怕也唯有依靠耶稣的认可，才能得到转变为刚强。这一些心灵的需要，正如同身体的疾病，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本相，匍匐在神的面前，才能够得到医治。所以，这个心灵的医治是第二个医治。基督徒应当常常经历神第二个医治。有许多人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好像没有耐心的孩子，得到几颗糖就匆匆忙忙地跑开了，却不晓得父亲的手里面还有更大的礼物要给我们。不单是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，失业得到工作，念书得到高分，居留得到绿卡，神要给我们的是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生活得喜乐，生存有意义，身后得居所，今生的荣辱得失比起永远与神的同在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有一天神会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永恒的实在，我们的心就会像那虫蛹变成了蝴蝶，直奔美丽的青天。当时许多人跟在耶稣的背后拥挤他，但只有这一个女人得到了医治，因为她的信心化成了力量，抓住了神的拯救。但是耶稣还要他得到更大的恩典，如果他肯公开地承认他的软弱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第二个医治？主耶稣在等待您上前来承认并且领受这份恩典。谢谢。